对，我们在这边，但是我说这么说，一方面是我们帮助人民，我们有方面是背负责任。我可以问一下，我看现在可以说应该是会更高一些。不是，因为对呀，我就说你这个，我所以说还有谁去不了？不是说我今天这个人住一下去了，我就去玩去了，就遇见。对呀。所以我就说了，这个事你都你刚去了就回来没几天，这不是有两年就没到。我知道当时那客户希望你待那几天跟徐州学差不多了。他没有说嘛，当时该叫了，我说我就去了，就不那个地方的车都打错过了，不行，我过了该签证了，签证把你们都能进去，就是那一干的话，我来试一下看。这个找个家具行了。说了很多了，